哼，怎么回事呀？无忧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可能有事？你见过什么事情难倒过我？刚开始练陛下之光，肯定不容易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其实，这陛下之光还真的挺难练的。君宝，没听见更好。陛下，您看这些小家伙长得多强壮啊！陛下，是君宝啊，你怎么没跟无忧在一起？是不是他又闯什么祸了？没有没有。是不是无忧使不出陛下之光的力量，向你乱发脾气了？他倒没有向我发脾气，不过我看他使不出陛下之光，好像很失望，所以你来问我陛下之光的使用秘诀，对不对？君宝，你们已经长大了，凡事都应该自己去弄明白。这件事只要他肯坚持，有信心就一定能行。是，怎样才能帮他找回信心呢？这个问题嘛，你得看到他进步的地方，然后鼓励肯定他。如果他没有进步的地方呢？他还在刻苦努力并且执着吗？嗯，那就不可能没有进步的地方，但这时候需要你用心去观察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多谢陛下。一队去砍松枝，二队去砍干草，抓紧运回去，要快要快。可是将军，现在是夏秋季，干松枝好找，哪里去找干草呢？大锤，君宝，你是来帮忙的吗？大锤，派几个士兵给我吧。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来帮忙，还跑来向我借人？我可是为了帮无忧公主的忙呀。哦，要帮无忧公主啊？早说呀！你带几个人跟她去。你们先在这儿做好准备，到时候听我号令，我们先这样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就这么办。你们明白了吗？无忧，该吃午饭了。我不饿。吃了，我就告诉你陛下之光成功的诀窍。骗人，有诀窍母后早就告诉我了。可是我刚才又去见陛下了，他说的话又让我有了新的启发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吗？你可别骗我，不然饶不了你。吃完了，赶紧说吧。陛下说了，要取得成功，你必须要对自己充满信心。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，射出去箭的威力就会大不同了。不信你试试。别射树，先射那堆草吧。哪有这样的？对对，就是那丛长得特别壮的。准备，发射！看，草断了，无忧。真奇怪，为什么会是后面的草先断，前面的后断呢？这是因为风的缘故了。对，风吹的。风？无忧，不如再拿那几朵花试试啊。要发射了！发射！呀吼！看，又断了！哇，君宝，不敢相信，真的是我射断的吗？无忧，当然是你射断的。
我说过，你马上就要成功了。谢谢你，君宝，我终于练成了。耶！君宝。天一长老找你有要紧事呢。来，君宝，我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。一旦战争无可避免，这可能就是成败的关键。啊，我行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之中，就属你最细心，也最聪明，所以这件事只能交给你去做。长老，那我到底要做的是什么事呢？点火。点火？是咒魔法吗？君宝，你来看看这两片水晶有什么不同吗？一片薄，一片厚。区别没有这么简单，再仔细瞧瞧。一片是中间薄，边缘厚；另一片是中间厚，边缘薄。没错，这是我特殊打磨的两片天然水晶。我发现，将这片中间厚、边缘薄的凸面镜放在太阳下，它就可以汇聚阳光，将地面上的干草引燃。这就可以变出火吗？那可太厉害了。其实我后来发现，用一滴水也可以做到。只要将一滴水放在一个圈上，它自然就会变成边缘薄、中间厚的形状。好了，跟出去实际操作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无忧的剑练得怎么样了？还不错。练成了。君宝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现在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。我今天有件事，不知道做对了还是做错了。君宝啊，帮助朋友是好的，可是用欺骗的手段就不对了，这样可能还会害了他。去吧，去找他说明真相，真诚道个歉，求得他的原谅吧。今天我们进攻的是一个又小又破的国家，他们国内现在除了老头就剩下小孩，没有几个像样的士兵，所以这场战争我们肯定能大获全胜，尽快结束。为了鼓励大家英勇作战，除了蘑菇，每人可以领到五颗又香又甜的大米，这可是我向女王特别申请到的。太好了，树枝，先是用那堆草吧。哪有这样的？臭君宝，臭君宝，坏君宝！无忧，无忧，你听我说，无忧，无忧，你听我说，讨厌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无忧，你听我说，哼，我都看见了。那些花草是你叫人割断的吧，君宝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哎呀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真是想帮你提升信心来着，可是什么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帮到我了？我真的是很想帮助你的。哼，可是你这样弄得我现在对练剑变得更是一点信心没有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忽然想起陛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。伯侯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想要拥有光芒的力量，就得去拥抱太阳。会不会跟你的剑有关呢？
了，无忧。哎呀！啊！这是要干什么？又是吵又是闹，还把人家从花床上打下来，想睡个觉都不行。哎呦！哎呀！小明仙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伤到哪里了？要不要紧啊？哎呀，从那么高地方摔下来，当然要紧啦！我现在浑身都疼，估计我得静养十天半个月了。小灵仙，伤哪里了？我看看。啊，金宝哥哥，我没事，没事啊。金宝哥哥，你没事，那太好了。哎呦哎呦，我怎么浑身上下哪都疼啊？这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哼，装模作样，金宝，我们走。哎呀哎呀，疼死我了！金宝哥哥，你不能走，人家都受伤了，你不能不管呀！别！哼！敌人来了，我得回去见母后。无忧，等等我！君宝哥哥，等等我！小灵仙，你先休息下，我回头再来找你。不嘛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火把！哎呀，别急，镜片。镜片我拿到了，快去上面开阔的高地，我们想办法拖延时间，快，要快。糟了，水晶片拿错了。君宝哥哥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对了，用水滴当凸镜，可上哪儿去找水？君宝哥哥，你在紧张什么呀？弄得满头大汗的。汗，我出汗了。太好了，这下有水了。好了。哇，君宝哥哥你好厉害。冷静，我要冷静，再来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他们是在收割稻草。胡说，这些根本不是稻草，可能打算晒干了青草用来编草鞋，靠卖鞋过日子。什么？卖草鞋？哎，将军，我看他们是准备举车投降了，所以像铺红毯一样铺好稻草迎接我们的到来。我看这话靠谱。将军，会不会是他们的阴谋诡计？这话也靠谱，说不定草下面是陷阱。你们几个去前面查看下虚实，大军原地等待。君宝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来？大锤，你赶紧去看看。是。试试我陛下之光的威力。陛下之光。陛下之光。
果然不出我所料。真无聊，君宝哥哥，你折腾半天了，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君宝。怎么样了？都在等你的火呢。我点不着火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君宝哥哥，原来你是要点火啊，早说呀。哇，太神了你，少林仙。雕虫小技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了。多亏你了，少林仙，太谢谢你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敢跟我斗，后果会很严重，给我上！冲啊！听我的命令，大家准备应战。冲啊冲啊！冲啊！好，火枪起作用了。给我冲！给我冲！快跑啊！给我冲！给我冲！好的。接下来就有好戏了，大家用力扇，就你们会扇，我们不会吗？给我扇，给我扇！他们还有炮弹，怎么可能？哎呀！什么情况？爆米花？好甜哦，晚上有爆米花可以吃了。真奇怪，甘草里还能跳出爆米花来。正经正经，大家别跑啊，正经啊，都给我冲过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屁股，我的屁股，救命啊。将军，这边有水，这边有水。我的屁股糊了糊了。等等我呀，等等我，你们等等我呀。我们胜利了，我们胜利了，长老，敌人被我们打败了。看到了吗，孩子们，有时候智慧比武器好用得多。天意长老，这风向好像有点不对呀，和刚才的不一样啊。今天的怪事真多，刮了半天风向好像又变了。长老，不好了，火朝咱们这边烧过来了，你们看。